我们阿嫂哦打电话回来说哦有朋友要回来住了，啊我哦就稍微这样整理一下，不过哦旧房子的哦怎样整理哦都不干净。不会啊，这里还有院子，感觉不错啊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就是这里的，哦沙发哦床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很好，谢谢婶婶。哦，好好啊，那你们早点休息哦。我家哦就住在隔壁巷子啊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。好，好，晚安。好。听说他跟电视上演的一样，失去记忆哦。哦，对，是因为车祸。哦，好，早点休息哈、哦。好，拜拜。好。怎样？不错吧？有一种难闻的味道哎。这是傻哥的一番好意，你还嫌？啊，借我一张床。床是我的，因为我是女生，而且这是你家乡，你是主人，我是客人，主人应该礼让客人。还有床那么小，你也睡不舒服。还有。说那么多干嘛？我没有说要跟你抢。早。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思考啊。龙山寺。龙山寺的护身符，这就是第一个线索。我们今天要去龙山寺。第二个线索，那个自称是你妈妈的人，看起来蛮有钱的，表情骄傲，有一堆穿黑西装的朋友，还有什么？对了，第三个线索，他说你叫 David 道明，通常叫 David 的人就是被惯坏的独生子啊。谁说的？我说的啊，这是我旅游世界各地的经验谈。第四个线索，你会说西班牙文？你为什么会说西班牙文啊？干嘛这种表情？推理看看吧。比如说可能你住过西班牙很长的时间，或者你主修西班牙文，或者你有个西班牙的女朋友，可是西班牙的女人应该不会看上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
你这种跟一个漂亮女生共度一夜也没发生什么的纯情小男生，他们不会有兴趣的。什么小男生啊，我是君子好不好？果然是小男生，因为只有小男生才会急着争辩说自己不是小男生，还会脸红哦。我哪有啊。他被怎么被你画得这么丑啊。所以你印象中的台北是很美丽的是吗？或者说你在这里有个美丽的记忆？希望如此。所以我们就应该积极一点找回你这个美丽的记忆啊。快想啊，我们还有什么线索？这个原来在你这，我还以为忘了在医院。这个戒指可能非常关键，因为你清醒的时候看到他就发狂，你记得吗？还差点谋杀了我。我那时候对这戒指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可是现在好像又没有了。让我想想，一个女人的戒指，主人的手蛮细的，应该是一个不虚荣的女孩。她会是你的谁呢？绝对不是你妈妈，她不会戴这种戒指。我听说我好像有一个姐姐住在纽约。那根本可能是他，你怎么可能带你姐姐的戒指去旅行啊？哦，你醒来的时候就急着说什么原地原地的，什么原地啊？原地。感觉到了吗，道明寺？这次我很听话，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只在原地等着你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不想笑的时候，干嘛勉强自己？会很勉强吗？还好啦。三菜，我和美洲要回去了。你们要回台湾啊？没有，先去纽约再回台湾。阿斯妈妈知道阿斯在巴斯隆的失踪，不过没有任何动作，我们有点担心，所以我们决定兵分两路，你跟累继续留在这里等消息，我会每周先回台湾看看状况，一有什么线索我马上联络。三菜，你要好好对自己哦，不要让我们担心。我会的。西门、美座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。你们放心，从现在开始我会拿出杂草的精神，不会再发神经病了。